许攸，季永涛的。哟，季大爷您来了，这是您的降压药，处方和医嘱都在袋子里，有什么问题就给社区医院打电话，24小时有人值班。好，谢谢啊，你们辛苦了。应该的，您老慢走啊。哎哎。季大爷，哎，拿药啊！啊，拿点药啊！队里最近忙吗？啊，这段时间都忙疫情去了，新案子基本没有。可是核酸排查比通缉令都好使，揪出来好些个多少年都没找到的嫌疑人。我这不正赶着开会去吗？那赶紧去吧啊！哎，啊，下次有机会再跟你好好请教办案经验啊。哎，我能有什么经验？几十年了，早过时了。爸，这都看过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回。哎，慢着点。哎。哎。小季。开会，李队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爸现在脑子不行了。啊，好，没事儿。小李是吧？我季永涛，你爸爸在刑警队时候的老同事。哦，您是季叔叔啊？啊，对，我刚进警队就跟着你爸，后来局里调他去了行政部门，才没什么联系了。他这事儿。这不是去年冬天的时候中了一次风吗？抢救过来之后就不太清醒了。你看，最近老是念叨以前在刑警队的事儿，我呀就带他回来看看。哦，小季，李队，是我，季永涛。下班了？啊，下班了。昨天啊，银行抢劫案啊。哎呦，李队，没有抢劫案啦。啊，那都是30年前的事儿了，现在是2020年，社会治安好着呢。没抢劫案了？可不，没抢劫案了。哦，啊，没抢劫案了。那，你那个大学生弟弟呢？叫什么来着？飞，许飞。他下课了吧？又说胡话了，季叔叔，您随便打几句就成。是，我弟弟小飞，快回来了。我这就回去做饭，我得等着他，我得等着他。哦，等着他。哎，大学生好啊，得等着他。哎，季叔叔，我先带我爸回去了，他还得回医院打针呢。啊，好，路上慢点啊。哎，季叔叔再见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年的鲤鱼大队长啊，30年了，真快啊。声音。
勇哥，你怎么了？。勇哥，我回来了。伏他柠檬茶原著，陶普勒工作室出品，艺海佳音制作，广播剧《入戏 For a Lie》第一集。小姐，看电视呢。哎，小季啊，我回个电话。哎，打吧。哎，你们警察辛苦，过年也这么忙，都回不了家。哎，我就在这儿过年。喂，妈，表弟。哦，好，那你把车次和时间告诉我。嗯，记好了。哎，样子我哪还记得呀，都十几年没见了。他叫许飞是吧？接站的时候我取个牌子。好，我记下了。哎，季永涛，李队，找你半天了，怎么了？跟我回局里紧急会议。好，妈，我先挂了啊。1月29日，也就是昨天啊，福省连城发生一起恶性枪击案，造成3人死亡，死者均是头部遭到枪击，一枪毙命，并且3名死者被发现时都戴着脸谱面具。脸谱？这次的案件初步推断是犯罪团伙分赃不均导致的内讧。小季，你把手里的案件资料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是。根据连城警方的初步分析啊，基本可以断定，昨晚枪击案的3名死者都是同一个抢劫杀人团伙的成员。该团伙成员每次作案的时候都会戴着脸谱面具，群众和警方都没有见过他们的真实样貌，所以被称作脸谱团伙。他们最初有8个人，在这几年与警方正面的对抗当中被击毙4人，现在又死了3个，只剩一个人。3个人是被同一个人杀的？没错，脸谱团伙穷凶极恶，他们经常选择人流密集的社会场所进行作案，制造混乱，甚至是当街拔枪杀人。可以说，每一个成员都背着不止一条人命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。这次也一样。啊，小季，你接着说。好。在春节期间啊，连城有传统的祭祀集会。昨天是初三，按照传统，初三晚上抬妈祖，码头上非常热闹，是人挤着人，鞭炮震天。没有人注意到戴着面具的恶徒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也没有人分辨出隐藏在这鞭炮声中的枪响，更没有人发现一直坐在长椅上的3个人已经死亡。直到今天凌晨，人群逐渐散去，才有人发现歪歪扭扭倒在地上3具尸体。接警之后啊，第一批赶到现场的警员发现3具尸体都戴着脸谱面具，面具下的脸都被轰烂了。同时杀掉3个同伙之后销声匿迹，这个凶手的威胁性比另外几个加起来都要大。杀了同伙，他肯定会尽快潜逃到外地，应该来不及招兵买马，只能孤身行动。想要截住他，
现在是最佳时机。嗯，上级啊已经给我们下达了命令，封锁案发地连城到我市的所有交通枢纽，尽全力抓捕129连城枪杀案的犯罪嫌疑人。从现在起取消假期，全体行动，所有人员分为三组，一组二组去火车站，分别由季永涛、刘伟德带队，轮班巡查。是是。三组去长途汽车站，由我带队。李队，关于犯罪嫌疑人我们现在有哪些信息？非常有限啊，姓名、长相、年龄一概不知。根据案发现场以及死者尸检结果分析，凶手应该是身高在1.85米到1.89米之间的男性，体格并不强壮，但力量惊人。我们只能根据这些特征进行排查了。嗯，临时作案又没有同伙，逃窜是应该来不及做太多准备，也不会携带太多随身行李，否则容易引起注意，而且不便行动。小刘说的没错，春运期间啊，旅客一般都会带着不少大包小包，所以那些几乎不带行李、神情警惕的旅客，在排查的时候需要格外留意。还有一点很重要啊，嫌疑人很有可能会随身带枪，行动时一定要小心。队长，我有不同看法。你说。大部分亡命之徒逃跑的时候确实会选择轻装上阵，但脸谱团伙不一样，在过去与警方的数次交锋中，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充沛，包括轻型冲锋枪、步枪，甚至还有手雷和定点雷管。他们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到手的钱，为了钱不惜在闹市拔枪，甚至当街伤人，制造恐慌，让警方投鼠忌器，多次交战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。这次的嫌疑人杀掉了所有的同伙，那些装备和钱也就全部落到了他的手里。匆忙杀人之后，他很有可能来不及处理武器和赃款，直接带在身上。嗯，小季说的也有道理。这样啊，排查的时候不论大小包都要打开检查，全员高度戒备，不排除极端情况的发生，尽量避免在人员密集区域发生交战。是是。分组名单以及从连城发出经停我市的所有火车、汽车班次、停靠站、停靠时间等信息都在这里，各组组长路上分配任务。是。好，行动。老刘，我时间差不多了，辛苦你了啊，明天我替你。嗨，今天就剩最后两趟车了，查完就散了，等汽车站那边的消息。这每个都得查啊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放心，有事你先忙吧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我一会儿开辆后备车走，我先进去接我表弟，他那趟车也快到了。表弟？从来没听你提过呀。十几年没见了，从老家过来上大学，家里让我照顾一下。嗯，行，快去吧。嗯，谢了啊。客气。这都一天一夜了，扒手倒是抓了好几个，哪有带枪的？他会不会去其他地方？应该不会。如果他在其他沿途站下车，我们肯定接到通知了。哎，小王，哎，你看我这牌子够大的，字能看清楚吗？能。许飞，许飞有没有？怎么还没到？人多，还没挤出来呢吧？前面的拎俩大包的，查一下。是。你过来检查。哥。嗯。哥。叫我啊。你是季永涛表哥吧？你是。
许飞，是我。你怎么带这么多行李啊？啊，都我妈收的。来来，录取通知书给我看看。给。许飞，理工大学。哎，不错不错。小王，这是我弟弟。哦。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。哦。我先接他回去了啊。哎，好。通知书收好啊，走。你这长大了变样了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了。要不是你举了牌子，我也没认出你来。行李什么，我帮你拿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拿得动。好，车就在前面，走。哎，行李放后备箱。嗯。你这劲儿还挺大的嘛，这装的什么这么重啊？车都给压歪了，还叮咣响。我健身用的哑铃什么的。哦，怪不得呢。啊，走，上车。我坐后面吧。随你。家里都好吧？大姨大姨夫身体怎么样？都好。哎，我这好多年都没回去了。哎，家里人现在做什么生意啊？还是以前那些事儿。啊，你报到那天，我要是有假，我开车送你。哦。嘿，你就这么不爱搭理我吗？问一句答一句的。好多年没见了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怎么停下了？红灯啊。你紧张？你开稳点。车里热吗？怎么出汗了？有一点。这年轻人就是火力壮啊。这印象里你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小胖墩呢，怎么长着长着就没小时候那样了呢？哎，别碰我头。你躲什么？小时候不知道多喜欢我揉你头发呢，这长大了倒害羞啊。绿灯了。啊。哎，你现在比姨夫还高了吧？啊，可能吧，我健身嘛。哦，这体格是不错，不过你这头发得剪剪吧，学校没意见？又不是读警校。还读警校？跟你说啊，你敢在警校里留这头发，头皮都给你铲喽。我妈说你是刑警。啊，警官证见过吗？自己看。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警头。那你怎么没穿警服？今天不上班吗？上呀，怎么不上？越是阖家欢乐的时候啊，我们越忙，保证人民群众欢度佳节嘛。在抓什么人吗？是。哎，最近治安不好啊，你开学之前安生点儿，没事别乱跑。哦，到了，就前面那个小区，回去之后啊，先收拾一下，晚上带你出来吃烤串。爱雅河小区，院外面那条河的名字。这个小区啊，住的基本都是局里的同事，隔壁是棉花厂宿舍。勇哥，周老师，怎么了？勇哥，你帮我给那边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学生打架算个什么大事啊？怎么就抓进去了？小孩子不懂事而已。周老师，
都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动刀了那性质就不一样了。居然还有个拿钢珠枪的，对着人膝盖就是一枪，这不好好教育能行吗？是是是，回头我肯定好好教育啊。麻烦你还是帮帮忙，跟霞去打声招呼，要不校长天天找我。行，那回头啊，我去看看这几个孩子的改造情况，肯定是要关几天的，看能不能争取早点出来吧。哎，那太麻烦你了。小季，大姐，那我回家做饭去了，勇哥，等你消息啊。啊，好，千万别忘了。放心吧，周老师。小兄弟，后面窗子放下来，拿着。哎，大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老家带来的青菜，上次多亏你帮忙嘞。哎呀，不用大姐，没多大事儿，你别破费啊。自家种的不值钱，就是图个新鲜，你尝尝啊。哎，我走了，店里没人看着。那谢了啊，大姐。没事。哎呀，这大姐，这儿的人都这么热情，帮了他点小忙。想吃爆米花，给你钱，你先下车去买。还想吃什么，自己看着买。我去停车，一会儿前面的楼门口见。啊，哎，去吧。哦，麻烦了，包还在车上。田长好，慢走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妈妈。两袋爆米花。哎，好的，稍等啊，我给你装。为什么呀？不是买了两袋吗？那给爸爸吃。为什么给爸爸呀？老师说人民警察是英雄，爸爸是英雄。萌萌，你真可爱。哎，来，两袋爆米花，装好了。哎，你还没给钱呢。给，不用找了。哎，哎，东西我自己拎，你拿爆米花。好，你那哑铃几公斤的呀？20的，里面有两个，还有拉力器。哼，你也不嫌沉啊，还大老远背过来。得天天练，没必要买新的。还挺知道节省的吧？嗯，是练得不错。还行吧。走吧，上楼。哎，进来吧。地方小，在客厅啊，给你拉了张行军床，你凑合睡吧。你这还挺干净的。就我一个人，忙起来家都不怎么回，能乱到哪去啊？看出来了，厨房跟新的一样。啊，是，不开火。平时啊，在单位吃，放假了门口有卖盒饭的，一个人省事儿。这是什么？啊？工资条，没见过你爸妈的。290，就这么点儿？你笑什么笑啊你？你有本事挣的比这还多呀。行啊，我出去打工就行。你一个学生打什么工啊？谁要你啊？那可不一定。局里紧急会议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小飞，你在家等我，饿了就先吃点零食垫垫，回来带你吃烤串啊。哦，家属院，搞什么？演电影吗？啊，一个刑警，弟弟居然是个傻子。
快找到您的座位，不要在走道停留，以免造成拥挤。刚上车的卧铺旅客，请暂时不要远离铺位，列车员将前往您的铺位更换票卡。让让，放行李。哦。哎，你的包好像很重啊，要帮忙吗？不用。哦。你那包要不要放上去？哦，不用不用，这个我抱着就行，谢谢啊。哎，你怎么晚上也戴着墨镜啊？我眼睛怕光。哦。一个人坐火车，交个朋友。好啊。我叫许飞，你叫什么？楚家军。哦。哎，你大几啊？我看咱俩应该差不多大。你刚入学。啊，那个高考完我就病了，11月份才出院，在家自学了一个学期。自己出来上学？嗯。家里放心吗？嗨，都多大了，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你看，我把学校的位置、上课时间啊什么的都记在本子上了。你也像我这样，录取通知书夹在里面，不容易丢。到站有人接你吗？我妈说表哥会来接我，不过我十几年没见过表哥了，都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了。不过估计他会穿警服，好认。哎，对了，我表哥是个警察，听说还是刑警，叫季永涛。啊，警察好。我去个厕所。啊。哎呀，我也去洗把脸，以后该熄灯了。你老大没教过你怎么趟活吗？知不知道有些人的包是开不得的？怎么把灯关上了？准备睡了。哦，没戴眼镜，磕到头了。啊，开下灯，我钱包在大包里，我得把钱包拿出来。听说火车上夜里都是扒手。我帮你拿，你看不清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的包我能摸出来。不对，这个好像是你的。别动那个包。你包里那是枪？假的吧？说了让你别动。睡觉了。列车已进入夜间行车，各位旅客，祝您好梦。Thank you.
您过来，开包检查。同志你好，你这包里有什么？打开一下。麻烦了，哎呦，这里头小孩带的那个衣服。这么多警察，我可真有面子。还有便衣，出口全都给堵死了，连个厕所窗户都不留，就不怕我把这些人全给轰了？许飞，许飞有没有？接表弟许飞，你过来检查。哥，叫我。你是季永涛表哥吧？不行，得离开这警察屋。什么东西？真是个穷警察，地板都翘下来了也不换。地板。空的。想抓我是吧？老子给你玩个灯下黑，不走高高在上姿态，你看他们有我的名字画一个丑八怪。